你可冷静一说啦。我特别冷静，事实也特别清晰。圣城一定要有受环境协助，或者将一败涂地。就是恁相信陆武丁可以取代受环境，那就等你主席恶果吧。如果受环境是真的，你也要救伊吗？哈，一挂以讹传讹的谣言，你也信以为真？原本我是极力反对受环境，跟入圣城以两族的战争。若不是看在咱有共同的目标份上，我就会违反初衷，将受环境寄给了圣城。哼！我们不敢，你若真敢出手救受环境，那我闪言以圣城国书之职，免得你开国公之位，收回你在妖蛮地角享有的一切礼物，圣城会与你切断关系。谁在顶了？